发掌声献给我们。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来，请他为我们的孩童们祝福。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那年 ，Give flowers.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日子听到孩子们那这样的一个纯真的一个感恩的诗歌。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为孩子们祝福，也为每一个做母亲的感谢主，也为每一个在教会里面你也实实在在也是当一个孩子们的母亲借着在神的家里面牧养这一群孩子，所以你也是一个母亲我们都来感谢主。那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自己施恩的手，你自己的眷顾，你的创造，你自己在当中所赐福的，把这一群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存着感恩做欢喜的心来养育他们。愿主你自己的话赐福给这一群孩子们，使他们每一个都成为你自己所喜悦和用，荣耀你们的器皿，在他们人生的路上能够使你这个名在当中彰显。愿主的恩与他们同在，也与每一个做父母的同在，特别在这感恩的日子，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让他们所摆上的都蒙你来纪念，他们一生当中看见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赐福的。主啊，谢谢你的恩，也为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跟着你的恩典在当中成为孩子们老师的，也向你感谢，因为你也使他们在这教会里面牧养这一群孩子。主，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实在爱我们，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祝福当中欢喜领受。感谢主天我们众人的仰望，用你仆人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我要请我们在座的母亲母亲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然后呢，我们要请孩子们来献花孩子们，你们拿花给站着的妈妈一个人一朵妈妈拿到以后，我们就可以请你坐下。好，孩子们来拿花去给妈妈。宝贝，给 flower， 来，给 flower。往前走，你要给妈咪吗？哇，她比较想要，她没事。宝贝。Thank you.